记事第十六。记事将发专于，然有记录见于孔子曰：“记事将有事于专于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，吾乃尔是过于。夫专于，昔者先王以为东盟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。”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发为？然有曰：夫子喻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喻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人有言曰：臣立就列，不能则止，为而不辞，颠而不服，则将焉用彼相矣，且而言过矣。虎视出于峡，龟欲毁于毒中，是谁之过于？然有曰：今弗专于，故而近于弊，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即弗，舍曰欲之，而必谓之辞。谋也，文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君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亲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，既来之则安之。今有与求也，向夫子，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，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，而谋动干戈于邦内，吾恐季孙之忧不在专于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孔子曰：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发自天子出，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发自诸侯出。自诸侯出，盖十世悉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悉不失矣。陪臣执国命，三世悉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；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易。孔子曰：陆之去公室，五世矣；政待于大夫，四世矣。故服三桓之子孙为矣。孔子曰：义者三有，损者三有，有直，有量，有多闻，义矣。有偏僻，有善柔，有偏佞，损矣。孔子曰：义者三要，损者三要，要节礼乐，要道人之善，要多贤友，义矣。要交乐，要益游，要宴乐，损矣。孔子曰：是与君子有三千，言为极之而言，谓之躁；言极之而不言，谓之隐；未见颜色而言，谓之古。孔子曰：君子有三戒，少之时，邪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，及其壮也，邪气方刚，戒之在动；及其老也，邪气既衰，戒之在德。孔子曰：君子有三畏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挟大人侮圣人之言。孔子曰：
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学而知之者次也。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。困而不学，民思为下矣。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，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。视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孔子曰：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，吾见其仁矣，吾闻其愚矣。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吾闻其愚矣，未见其仁也。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夷孰其恶于首阳之下，民道于今称之。诚不以富，义之以义，其失之谓愚。陈刚问于伯夷曰：子亦有义文乎？对曰：未也，常独立，礼屈而过庭。曰：学诗乎？对曰：未也，不学诗，无以言。礼退而学诗。他日又独立，礼屈而过庭。曰：学礼乎？对曰：未也，不学礼，无以立。礼退而学礼。文思二者。陈刚退而喜曰：问一得三，闻诗，闻礼，又闻君子之愿其子也。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称曰小童。邦人称之曰君夫人，称诸异邦曰寡小君，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。